开始哦，马上课喽。好，这个问题再敲一次。嗦，嗦啦西哆瑞哆西啦嗦啦西啦嗦，很好，非常好。那你试着怎样，知道吗？更有律动感，然后再开上，那你可以让音再端一点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去练。换普式呢？普式就是要加入什么？我们刚才是都是打满的，现在加入什么？休止符了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弹声看，简单。休息一个八分之一，好，三啦，哆西啦 ，yes。然后你的手呢，再自然一点，挥动你的手腕，对不对？挥动的时候再自然一点，就是你打好像太小心了，对，就自然一点，打错就打错啊，对不对？我又不会骂，来吧，试试看，三，来，哆西啦，然后要怎样？音要敲干净。要三来，哆西啦 ，yes， 嗦，嗦这个嗦，嗦发，发来对发发，嗦啦啦 ，yes， 再次三来，嗦发嗦啦，那是咪，那是啊。一样是这个同学，好，你看我、哦，一样小音，然后再换下，换那个第三条第一条，再重复一次。合起来比较重要。三来，哆西啦，嗦发嗦啦，西哆西啦，嗦发嗦啦啦。对，太小心了，再一次不熟嘛。还有呢，音调。这样断断的，还有休止符，该停的时候要停哦。好，下面普舞哦，它是一个什么降力的东西，看起来很复杂，对不对？其实它是一个和弦，就弹前四跟后四。有没有教过？有没有过门音啊？还记得吗？对，它这样，它其实要做什么和弦？前四、后四，但是它没有后四啊，哈、哦，后四，对，它没有半后四啊，哈、哦。哎呦，他有在办后事。对，好，现在很简单，前四，有没有？是那个蚂蚁兄弟。对，你一开始看着复杂的，对，所以有时候你在看。
看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不要急着弹，去看去了解一下他在弹什么。他是弹西和弦，要去看和弦，然后看他弹什么。先过门有没有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就这样加八度而已。他其实都在一个都在一个和弦里面徘徊而已。三来，对 ，Yes。对，然后可以这样讲，再有律动感一点，噔噔噔噔，慢也是有律动啊。节奏 swing 你知道还记得吗？我弹给你看哦。还记得吗？弹调十二小节，弹调十二小节，我们都要把它当第一节来看，对不对？熟悉和弦啊，第一节，熟悉和弦，对嘛？是不是每个都把故意都先把它当收来唱就好了嘛？大家弹 G 嘛，就简单。收西贝咪发咪贝西，收西贝咪发咪贝西，收。对，来试看看。收西贝咪发。刚才都没拍到你啊，太可惜了。好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嗯 ，OK 啊。你到时候被经纪公司看到相中，我被签了怎么办？对，好，有问题。所以说你可以弹珍珠的啊，可以干嘛？跟我们看弹第一期嘛，第四期呢？有没有？那再来呢？换这一期嘛。